他画了那个板砖，最后画葫芦，照葫芦画瓢啊。巴嗲的外形就出来了。巴嗲的头发，头发要怎么画？我的感觉就是，你想那个我们以前小时候看《西游记》里面那个寿星公哦，哎，大大的额头，然后画上那个巴蒂亚的那个大大的耳朵，大大的耳朵。What are you trying to say? My ears were that big, really? 好像大意思。生气了。Don't be so angry. It's okay. 那咱们就改小一些吧。It's very very normal. 好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假？真的假的？真的真的假的 ？Yeah， 画上巴蒂亚严肃的表情，因为巴蒂亚在比赛当中是特别的认真的。哦，特别有神的眼睛。再画上他的鼻子，也是一个三角形，但是要比姚明的大一些。然后是巴蒂亚发出怒吼。哎，巴蒂亚是充满阳刚之气的，脸上有不少的胡渣子啊、哎。我们给他点上胡渣子。你们两个对不起巴蒂亚，什么玩意儿？我跟你说，巴蒂尔，你要是看了海涛的，你会很开心的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你们都没画头发，我画了头发。哦哟 ，so cute。OK， 巴蒂亚就完成了。有人把巴蒂亚画的更好，对吗？谢谢。但是感觉怎么像、啊、都像土匪、啊，这特别像孙悟空。对这个。无心这个我就真的无语了，我已经。我觉得漫画不就是一种对对一种开心态度，对不对？态度很重要。哦，巴蒂亚画了一个刘海，他自己还在说你好你好，很善良很友善的一个巴蒂尔。我们看一下海涛画的，特别有个性。我觉得画的是一个公爵，戴着一顶假发。巴蒂尔，娜娜老师画的不错。哪个你最喜欢？就我们这些你哪个你最喜欢？啊！哪个你最不喜欢？对对。OK， I'm the best。哪个你最不喜欢？完美，完美。哪个最不完美？巴蒂尔，毫无悬念。Who this? Who？ 哎 ，Who is this？ 你败给了海涛。It's me 。败给了海涛。Sorry, it's me. 败给了海涛。对，接下来我们在我们亲爱的观。